第十五课：教育孩子的艺术。课文一：李老师建议王静让孩子养成好习惯。那个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的男孩子是谁？表演的真棒！是我孙子。去年寒假前的新年晚会，他也表演过一次。 我想起来了，这孩子又聪明又可爱，你们教育的真好。是他父母教育的好，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。他父母不仅教他知识，而且还花了很长时间帮助他养成了非常好的习惯。现在他每天都自己练习弹钢琴。 让孩子养成一个好习惯实在太重要了。看来我得向他父母好好学习。对，如果希望有一个优秀的孩子，你就要先成为一位优秀的父亲或者母亲。生词，弹钢琴，棒，孙子，寒假。 父亲。课文二，王静建议孙悦教育孩子学会安排时间。看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昨晚没休息好？别提了，我女儿昨晚做作业又做到十一点。 睡觉太晚对孩子的身体没有好处。最近孩子作业是不是太多了？主要是他做事情比较慢，比如早上闹钟响了他不醒，我赶时间送他上学，他又急着上厕所。每天因为这些小事批评他，弄得我俩心情都不好。 孩子做事慢，往往是因为他们不会安排自己的时间。你应该让孩子学会管理时间。看来还是我的教育方法有问题。平时看他做事情慢，总想替他做，以后得让他学会安排时间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生词。 闹钟响，醒，赶厕所，批评，弄管理。课文三：王静和孙悦讨论表扬孩子的方法。 明天又要带我儿子去医院打针，想想我就头疼。他就怕打针，每次打针都哭得特别厉害。记得我女儿小时候带她去医院打针，刚开始她害怕的要哭，我就小声的和护士说：“我女儿很勇敢，一点儿也不怕打针。”女儿听了以后。 马上就不哭了。原来鼓励和表扬对小孩挺有用的，下次我也试试。不过，表扬也是一门艺术，表扬千万不要太多。过多的表扬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压力，不仅起不到鼓励的作用，还可能让孩子怀疑自己的能力，变得没有信心。 那怎么表扬孩子才会更有效果呢？我认为，表扬要及时，而且表扬不仅仅要看结果，更要看过程，这样才能鼓励他的积极性，让他变得勇敢，不怕困难。生词：打针、护士、表扬、千万。 怀疑课文四。有的孩子在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，会通过哭、扔东西或者故意敲打来引起父母的注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建议父母先不要生气，应该停下手中的事情，陪孩子整理整理东西，和他们聊聊天儿。 弄清楚他们的问题。父母的关心可以让孩子心情愉快起来。教育孩子应该选择合适的教育方法，最好不要为了解决问题而骗孩子。这是因为儿童缺少判断能力，看到父母骗人，他们也会学着说假话。生词：故意，敲。 整理合适片儿童甲课文五。七岁左右的儿童普遍好动，坐不住，所以老师在教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时，一定要想办法引起他们的兴趣。 只有让他们觉得你教的内容有趣，他们才会愿意努力学习。当孩子不明白时，应该多鼓励他，不要用“懒、笨、粗心”这种词批评他，这样对他们的正常发展不好。而且，对不同性格的孩子要使用不同的教育方法。 如果孩子比较骄傲，应该让他明白还有很多知识需要学习；要是孩子性格有些害羞，就要经常鼓励他说出自己的看法，这样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健康的发展。生词：左右、懒、笨。 粗心、骄傲、害羞。